这个刚刚跟你讲过了，它月亮升起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，跟潮汐会延后的原因是一样的，所以潮汐也是一样，因为月球会绕地球公转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每天的满潮时间会比前一天延后50分钟，一样，来，月亮，我们的国中程度。我们的国中程度，面对月亮跟背对月亮的时候叫做满潮。现实生活不是这样，甭管它。我们国中解决题目的时候都是面对月亮跟背对月亮的时候是满潮，所以这个时候是满潮，这个时候是满潮。如果月亮不会跑，如果月亮不会跑。这个地球自转人转来转去，现在是满潮，转一圈回来又是满潮，这样子满潮的时间就不会延后，不会改变。如果月亮不会跑，但是月亮会跑，月亮跑到下来的时候要这个时候才满潮。那你昨天是这个时候就满潮，今天要到这个时候，所以昨天这个时候转一圈回来还不够，还要再多转一圈，多转一点点。因为是要多转，所以叫做延后，所以满潮时间会延后。要延后多久，就要延后自转这个角度的时间，自转这个前面下面小的这个圆的这个时间。那这个小的这个圆的角度就等于大的圆的角度，刚刚讲过叫做圆心角相等，数学会教。所以，因为地球要多自转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是月球公转一天的角度。月球公转一周，我们用30天算啊，这个27.3天是所谓的恒星月啊，我们用30天把30天算，所以呢，一天就转1/30圈，所以地球要多转1/30圈，地球转一圈24小时往里面乘，所以算出来我们说大约多少？50分钟，所以我们说潮汐会延后50分钟，我。又再说明一次，为什么是50分钟了？还是老话一句，听得懂很好，听不懂就10倍。因为像我这么近的人不多，我以前会改数字，我以前会改，我会改说，假如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圈60天，请问你潮汐每天延后多久？但是这种事情呢，学测不会做。会考不会错，他课本写50，就答案就一定是50。所以你如果不懂就背下去，背了没关系，不懂为什么也没关系。好，潮汐的情况会受到海流，会受到地形的影响，所以考卷上如果用普通话跟你说，每天有2次满潮，2次干潮，2次涨潮，2次落潮。对，考卷题目打包票的跟你说，台湾每个地方每天都2次满潮，2次干潮，2次涨潮，错。台湾有地方一天只有1次满潮，1次干潮，1次涨潮，1次落潮，整天一次的叫做全日潮，一天2次叫做半日潮，专有名词，高中才会教。国中没有，但是你要懂，就是说潮汐会受到海流，会受到海底地形哗哗哗哗的影响，所以有的地方可能一天只有一次，所以考卷如果用普通的方法，大略的方式跟你讲，每天有2次满潮，2次干潮，2次涨潮，2座岛，对，是对的。可是，如果课本用打包题目用打包票说台湾每个地方每天都两，那就是错，不对，台湾有地方是全日潮，整天才一次而已。好，这个当初是为了要跟同学解释什么叫做延后50分钟，所以画这个图。后来发现画这张图还蛮有用。还蛮有用的，因为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到涨潮落潮的状况。好，海水升到最高叫做满潮，
降到最低叫做甘草。假如今天是九点钟第一次满潮，那明天第一次就是九点五十，这叫做延后五十分钟。中间还有一次，中间还有一次，所以请抄在讲义上。这个叫做什么什么？这个时间叫什么？一个坡的时间叫做什么？周期，这样周期。所以潮汐的周期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。刚刚我就跟你说，十二个小时二十五分钟。一整天都延后。所以潮汐的周期十二个小时二十五，讲义上抄下来。然后干涸在中间再一半，六小时十二分三十秒，六小时十二分三十秒 ，OK， 就是意思。所以呢，就是一个跟你解释什么叫做延后五十分钟，第二个呢，请你记住潮汐的周期，潮汐的周期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，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 ，OK。潮汐会造成很多影响，比如说钓鱼啊，不啦不啦，海钓啦、啊，什么船只进出啦、啊。待会会有题目，因为鱼类啊，喜欢在涨潮的时候到河口觅食，所以你要去那时候去钓鱼，就比较容易钓得到。所以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涨潮，什么时候落潮。啊，船只进出呢？那个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去金门那样战斗鱼，我们要回来那一天了、啊，我们要回来那一天。我们清早爬油上船，我们要上船的时候，甲板跟旁边的地面离得很近，我们空就上去了，快速就上去了。可是我们上船之后没有动，等，撑好久，撑到快要中午我们才开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开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甲板离地面已经变得好高，为什么？涨潮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廖楼湾那个港口是硬盖出来的，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天然好港。就是一退潮就很浅，所以船只就不能进去，你要等到涨潮船只才能够进出，所以才会影响船只的进出，它的潮汐的潮差变化太大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可以清淤啊，洗一洗，拉一拉，拉拉呀，轻轻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双星石户，你们地理有教吧？有，就是澎湖渔民以前的捕鱼的方式嘛。啊，捕鱼的方式就是围起来，那鱼呢？涨潮就游进去，退潮就出不来，然后就可以捡，把鱼捡起来。啊，这是传说最美的石户，双星石户，啊，比较适合情人去啊，表示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叭叭叭叭之类的。啊，说那双星石户。它很美。前两天我前两天还在脸书上看到有同学生去，然后拍了照片回来，还拍了两个不同的人，然后在他贴在这样子，他跟男朋友去的，然后就去拍一番这样。然后个港口就要找潮差小，免得会差别太大，有时候进不能，有时候变得不能进出啊啊，所以要找个潮差比较小。这个现在以前我会说理化会教，可是现在理化不教能源，所以就理化就不会教了，那叫生活科技讲。生活科技。九年级有生活科技吗？是有吗？九年级有。潮汐八点，我不知道你们学校，我们学校会有，还是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怎样。反正就是啊，潮汐八电，什么海流八电、潮汐八电，但是这个就算看看就好了，因为现在课本完全，因为课本改了，又把能源丢到生科之后，就变成不会教了，OK。